你好，我是法国高德美药厂总经理 Brian。 高德美药厂分为三个事业单位，那每个事业单位都有核心的一个产品跟核心竞争力。对于皮肤医学的治疗，高德美提供一个全方位的解决方案。高德美药厂的产品已经行销到全世界全球100多个国家，未来的高德美依然会聚焦在皮肤医学的领域，让有疾病需求的患者及有微整需求的求美者提供更新更好的解决方案。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e， 我是法国高德美大药厂微整医学美容处的处长。我如何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我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我很喜欢当神秘客，整个疗程的过程当中，我就可以知道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在我们产品面还是服务面可以更加强，让我们的医师还有我的病患整个体验是提升的。高德美的产品最棒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是非常有医疗效果的，而且安全、自然、安全、有效，这个是求美者最应该需求的东西。那我觉得高德美100%是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所以高德美的商品，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情是，它是优化我的特色，让我变得更美，而不是让我变成别人。